我想说应该是可以吊钢丝灌篮啊那种，就像我以前拍篮球火一样。你是拍篮球火，我是拍大灌篮。哦，杰伦的那个，你是学我们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哎，我不想说你们了。你就大声一点讲，没关系。来，镜头对着他。你知道我持证在断，是他害的。对。那你先，我现在会讲完。他找我说，哎，要不要打球？好啊，好啊。我上去带他，我就出事了。哎，后来你没有猜到吗？后来医生说，你有要打 NBA 吗？我说没有啊。所以你们懂吗？你们找一个我的仇人来上节目，怎么会不好看呢？